各位好，安安，充值了吗？不充不充，充值的是小狗啊！十六张不出就可以下播了，不充值。有谁有玩有抽到了吗？我看一下，80抽拿到了，76抽大保底才出，叫我20抽个屁呀、啊！我80才出，什么？我抽10就中2命，我心里有鬼。房管把这个 ban 掉，这个人10抽2命啊！来啊来啊，10抽住啊！掛け分身の術。喂，没有彩虹的那张票。算了，该谁给我讲5抽2命的啊？还有边个范徐，你跟我出来单挑。这10张是我破多少的任务吗？你知道我们这种月卡档是知道多少个任务吗？灭了个一滴灭了个3星，这什么鬼用了？今天灭了个，今天周末，今天给他救命！26张不出就可以下播了。喂，有那个会换码吗？这今天更新有新的码吗？有没有那种送10张的 code 可以给我啊？你们有的可以留言给我一下。喂，这张。抽不到没有关系，你给我们任务赚那个币来抽吗？你又没有任务顶抽嘞，哪里来的那个标跌下来的是吗？上面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我的希尔要抽2命都不敢抽啊，不是抽2命，抽1命啊，0命俩吧路过送的路啊。还有6张可以啦，我也是觉得这6张应该是出了的。这是啥东西啊？ RTX 吗？不要来一张什么？这么激烈好像。嘿，我要请问啊，你黑 EQ 爷啊，这是什么脚来的这个？就这么点。我的心感动这件事，我都是被你感动啊！26张不出就可以下播了。最后一张了，警员通常都是1张出了，对，什么10张永远出不了了，1张 confirm 中了了，干啥？Months later， 20块啊！用我今天直播的钱啊，20块是相当于台币几咋版呢？你知道吗？几咋版？连我们的 Joey 都，而且你太可怜了，我的罐罐。不给你讲，他这么惨的，10抽都没有吧？你怎么办？我要拉回去找那个5抽2命的那个人出来，我要去 YouTube 的总行那边投诉他。喂，找个人帮我按呢。喂，你来帮我按一下。来了，你按。哎、喂，你按出来呀、啊！ Okay, okay, okay. 我直播吃屎了。喂，钱飘飘呀！平飘飘哎，你不会吃4张3乐器给我了吧？喂，
去洗手啦你！什么我的号的问题？是什么 game 来的？充值的是小狗。多谢你啊！多谢晒，多谢晒。我头先已经入咗30万啦，30万，抽掉成个番茄。你叫 Joey 烂吗？三点七，我都讲的啦，你穿的烂烂，你一定出这种烂烂的东西出来。你给我，你给我黄色的衣服，我要死了。要不然你这一次摆设了，哎，阿姨可以啊，喂，5块可以吗？5块是多少？120，一张都没有啊！换人了，换人了，来，八一来。Can you help me? 21。大家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最后了吗？最后了。好雷了，一起，我看看。黄七七，给我黄七七给。5 minutes later。最讨厌的种迷信的人呢？哎，那种迷信的人呢？头脑不够发达，去列车里面抽吗？哎呀，那种啊，好像跟原神一样，说什么去那个角色那边看到他才抽是吗？忘记了之前原神。嘿呀，迷信啊，你知道吗？迷信。Really nigga？ 迷信。看我要用脚，用脚可以吧？抽筋。我理抽，你们不要迷信。谁剪刀那手很痛。喂，保底了吧？我现在多少了 ？Hello， 你不是跟我歪吗？你不要歪些什么垃圾乱七八糟的来啊！我警告你哋呀！你睇下呢条，哎，下一个就是啊，他是会留到最后的是吗？我家没有的，喂。